芊芊啊，爱记起赞、搁起订阅、先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吹芊芊。现在正值四年一度的足球赛期间，身为一个一日球迷，球衣还是借来的，当然要来做一个足球料理。今天呢，要做的就是足球本丸。对，虽然说跟足球好像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就是足球本丸 ，Go！先抹一点麻油。哇哦，好多油啊！先这样吧，不要紧啊，抹两条才重要。第一层先铺饭。嗯，没想到这么快，第一桶饭就没了。第一层好了，接下来呢是肉松，肉松 coming。嗯，还真是生啊。来压一层饭，肉松都遮起来之后呢，再来放这个熏鸡，快买回家了。嗯，好像有点太满了呢，各位。好，接下来之后呢，我们有一个秘密武器，就是这个噔噔噔噔噔噔鸡块，这里有20块鸡块分享餐。我又忍住不吃它，有好多好多鸡块在这里。再来呢，再把最后一层饭给堆上去，完成。来喽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这是一个 amazing 的 time， 来喽。1 2 3 4 5 6 7 8 9 10，好像没有破掉，好像没有破掉。好，会不会完美掉下来呢？ Oh perfect， 就是一种白色的山。哇哦，完成，还美啦。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白白，不知道什么冰菇之类的？我告诉你 ，no， 你只要加上一样东西，就会变得很像足球了，就是这个，这是今年的世足赛的足球，我们来加上海苔，铺完之后应该就很像足球了。我们先来铺一下它，横的，然后再直的。大家稍等我片刻，因为你也知道，就是我本身的美感比较特殊一点点。好像有一点感觉了哦，我说有一点像乌龟的感觉。那这里也会有一个，这样。它很像那个埃及空中拍会有那个人面鸟嘛，大概就是一种这种感觉。有人面鸟啦，跨菜，叫你跳菜唔跳菜。好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好像是艾迪达是帮忙，是不是？我们这颗足球呢，虽然说它的样子不太像，不过我们需要的艾迪达把它贴上去，应该就会比较有感觉了吧？你有感受到吗？这样子有比较像世界杯足球，看起来很荒唐啊！到底谁会觉得这是一颗足球？OK， 各位，这就是一颗足球。2018年的世足赛足球大概就是长这样，是不是有点感觉呢？好，我们来吃它吧，我把豆也要。我先来吃一个小角，让你们看到他本人。哇，外面都是白饭呢。好像不漂亮，我预计挖一个角角给你们看，但我要吃到角角可能要稍微久一点点。嗯，因为今天的是肉松鸡丝跟鸡块会比较干一点点，所以我旁边又准备了这个美乃滋，我们先来挤一点上去。美乃滋真的是伟大，这角度你们什么都看不到哎，我觉得有点淡薄小不。嗯，好好吃哦，
因为就白饭跟一堆很下饭的东西。嗯，你有看到吗？一小小的角。啊，我再多吃一点哈。加加美奶汁，哎、欸，我挤美奶汁给你们看。我跟你讲，画面不漂亮，但挤美奶汁就一定漂亮啊！给大各位看一下，挤美奶汁一定碎。哦，好像也还好，我们现在转回来好了。啊，怎么挤什么都不漂亮，真的是哦。你看饭、肉松跟美奶汁有多搭。哎、欸，今年是我第一次看世足赛，之所以会看的原因是因为我朋友教我怎么玩那个运彩，所以我下了100块之后，我就变得非常的认真看那个世足赛。不过呢，我发现就是我不管下哪一队，它胜算原本都很大，可是我只要下了那一队就会输，所谓的明灯。我本来啊也很想支持那个乌拉圭会赢，结果呢他们就输法国了。你们比较支持哪一个球员吗？跟哪一个国家队吗？这个是破面图，有没有很有 feel？ 然后我来加一下这个。这个是我去买的，它是 wasabi 加上美乃滋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搭。我每次都觉得挤这个画面看起来很奇怪，因为它那绿绿的一角，这样子， wasabi 在这里。超开胃。有一半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你看这样，越看越夸张了。没有想到这你想象中多哎。啊，毕竟还是长个崩。嗯，好像有一半的哦，有一半的。刚看好像什么汉堡之类的 ，hamburger。欸、艾迪达很帅，因为用了麦当劳的那个鸡块，所以呢，他要给糖醋酱。我们来加加看糖醋酱吧。以前糖醋酱都不用钱，然后现在糖醋酱一个要5块。放老人家、喔，糖醋酱跟这个好像不太搭，跟鸡块很搭，还跟饭好像怪怪的。有好多好多白饭，在这里。好快吧！没事。这是鸟。对不起。嗯，剩下外围都是白饭。我以前呢，很常半夜就是默默的跑去厨房偷吃肉松。因为平常白天呢、啊，我阿妈都不给我直接吃肉松，因为她觉得这样很不健康，所以我就会默默半夜想要去偷挖个一两口来吃。所以我现在长大之后，反而对肉松就没有那么执着了。
白饭吃起来好好没有味道。白饭还是很好吃，只是没有料热。我都忘记，刚不是问大家说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个球员吗？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乌拉圭的那个卡巴尼跟墨西哥的贝拉，就是他们在进球那一刹那，我就觉得哇靠，你太帅了吧！我应该要夸奖他们球技，对不对？哦，那球技，球技我看不完。没关系，你不懂我，我懂我。那个尼基利之类的握手式。吃完了，今天就是为了四年一次的世足赛做的足球本丸。当然，这个足球就是真的需要一点艺术的天分才能感受得到。那不知道就是影片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打到冠军赛了，我个人先来赌一下冠军好了。我觉得冠军会是哪一队，等我一下，不然拍我跨界。我觉得冠军队会是英国队。好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虽然我本人是个明灯，但我相信在冠军赛最后一次应该是会猜成功吧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，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那就先这样子了，拜拜。呜呼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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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耶！小兰。耶耶耶耶！咕咕咕咕咕。Dinosaur。